来来来发表会的那个讲，伊安尼自个伊啊变得老，哈，变得老，变得你等于中央关心，阿妈不看得老。我是感觉较乐观啦，嘛是有一日台湾会落去嘛，但是咱看到的就太高，所以嘛希望讲这几冬的身体咱顾较好，啊顾较好，说不定搁再计划十冬、二十冬嘛看得到。我哩估计嘛是未超过十冬啦。啊！我哩民国咧写正，有真侪人讲咧写也真正确。啊，其实有真侪消息的来源，我啊不明即个时阵揭露。啊，那叫预定啊，预定的行程里边啊，应该是川普的便宜，啊，川普的便宜，啊，不要紧。啊，这这好像讲来讲，有可能讲一边有可能，啊，一边有可能，并且呢，未正经，啊，未正经，所以讲你拢免惊啥讲话，啊，无可能正经啦，啊，无可能正经啦，啊，因为我已经有小可有点错，就讲最后嘛是经过谈判，啊，用到会放弃。用个工具，我在经过了这边，专门有写过讲，中国啊，放下那个，中国愈较好。啊，其实伊即摆咧行的路就是公路嘛，啊，因为伊若无需要伫这军队用遮济，我看中国早过伊的 GDP 下下都比咱较好啦，甚至内地嘛比咱较好。照伊个，伊个人遐尼多，啊，红百姓遐尼多，吼，迄出去就一个国家要好就出去，啊，但是因为伊一直无好去啊，所以即条路愈去愈艰苦，啊，所以台湾应该是经过谈判了，台湾结果。